你开了？开了，不灭轮回。妲己。你配妲己啊，还是松若姬？配妲己啊。我只是知道是配松若姬有打四十九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又请到我们来宾。其他工会的会长会，你什么工会的？啊，蒋中汉。哎，为什么没有你的那个？你是抛自己的、啊？实况对啊，我就是那个、啊，你去那个实况台看就有了、啊。你的实况台哪里啊？那个，你不会去我之前动态找？反正前面。敢做不有。前面没什么重点的、啊。哎，我这个影片是要放 YouTube 的，你们讲话注意一点。如果过关的话，过不了。会通关的啦。那、啊、不会通关也可以放啊，奇怪。让大家知道一下岸北又是怎么死掉的。哎、欸，他、啊、前面主角啊。啊，你有个找到你可以看的吗？啊，蒋公安，啊，你可以看到吗？可是你那有延迟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延迟到我不知道是哪一句话是你现在讲。啊，你要把我实况声音关掉啊，听我现在讲的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没声音？好了、哦。那你拍成影片，声音很清楚。哎、欸，你又把我实况声音关掉了啊、哦！奥丁真的很帅。哎，龙哥打算哪抓开？我不知道，后面吧。我觉得在那个什么，在路西法那边，如果要洗技能的话，因为他会回半血。可是感觉好像以龙克应该带另外一种的。带哪一种？这样才可以开两次啊。可是龙克开两次，我这个咒语跟他干嘛啊？啊？可是你说带两次，那个是咒语跟他呢？不是对我尊上吗？我说那个龙克啊，不是对我尊上，全放进去都有尊上啊。我可是我这个是双技能，你觉得要放可以开两次的、喔？知道。干，我对龙克还是不太熟，而且你龙克也要分数到啊。干，我那个哪有那么强啊？打几个龙克吗？我放龙克。
道。真的有可能有，真的有需要用到龙克哦。真的有需要用到龙克吗？那怕输出不够的时候，他可以给他整伤啊。可是哪一关输出不够？我觉得那个蛮，你那个怎么过的？啊？40就是那个80%那个。我直接爆发全开啊！啊，下一关水妹可以洗的。水妹可以洗啊，肯定要转很好。暂停转第二场。那每次感觉转到第二场都不会像第一场转出那么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你看实况我是打到第几关了？现在在打零四啊。事实上我已经来到很前面，再换一个两关吧。所以怎么样都可以怎样怎么可以。小声音。哎，你把实况声关掉啊。哎。你把实况声音关掉。我关掉了。那怎么那么吵？刚走的。我操，开始。哎，你关我呀！哎，实况声音关掉。哎，干奥丁的技能真的好帅哦！为什么官方不要每一周做啊？为什么官方不要每一周做啊？我觉得十二宫很值得做啊，因为十二宫每个人不是都有自己的一招吗？你看那个什么艾玛就是拿镰刀攻击嘛，然后双子就是双剑攻击这样，索隆那样。然后杜门是飞踢，然后人马是射箭，然后天秤是那个，他不是会拿那个飞刀吗？就是会飞的镰刀。啊？真的等到他能解放的时候，才有可能有特效。然后波比就是拿那个四味刀啊。我就觉得很值得解放，然后那个谁，金牛是用他的拳头攻击吗？然后重剑是在两个重剑啊，那个很大的剑啊。啊，水平就是也是
很像镰刀那个刀嘛。有些武器都是重复的啊。可是我觉得还好。啊，蓝灯是拿金箍棒。申公豹就不知道了。泰斯文仲是那个嘛，经文嘛。啊？哎，是，哎，那个光纪龙这一关，他的技能到底是什么？哪一关？光纪龙啊。光纪龙。好像是，照理讲应该是那个。照来讲，他应该是要凤化珠吧？这边还好啊，这边血很少。这边啊？对啊。就跟那个蜜雪人尾差不多吧。前面都很少，血量都很少。干，那个后面那个，刚我第一次不知道他妈的吓死人，血400多万怎么打？那为什么43、42关、43关就突然跳了一个400多万？超扯的，43关感觉就是应该是一个很平民的关卡，对不对？就平民啊，就应该让你不用开爆发就直接可以过了。结果殊不知他妈的超心机的。那CD1吧，那是CD1吧。CD4他中毒80%哎、欸，我要 CD1那个中毒80%的，太无耻了。那中毒80%就让很多龙队的没办法打、啊。那有两只啊，一个是固定扣血80%，一个是中毒80%。那你觉得哪个比较好？我觉得都还好哎、欸。可是看你对，可是中毒80%是暗属性的。那个固定扣血80%够，可能遇到高属性会比较好。对啊，风比较大。遇到高属性就不用大爆发，不用开。这个蓝沙路径我是真的很讨厌。啊！解放木油，解放什么？解放木油过了、哦。解放木油、双乌、艾德跟暗影，蛮厉害的、啊，血很少。哎、欸，其实到35关都蛮平平的。看起来技能恐怖，其实血量蛮少，就是血很少啊。先打到第几关？打到灵魂石。你说34那一关吗？36。哎、欸，我这边有一手机的延迟，哎，我先重开一下。手机有时候宕一下，最近很容易宕，然后延迟。换手机啦！操你妈啦！我这手机才刚刚买多久哎？可是我觉得你那只手机看起来用很久了。啊，都要玩神魔、啊？不知道，我觉得你摔得很严重啊。哎、欸，我神魔快400天了。啊？我什么快400天呢、啊？哎、欸，按、啊、那个35关没有带那个一定打不死，对不对？35关没有开，哎、欸，30就是。两只那个啊，50万房那个啊，那个是没有拍安多一定带不走。
我那时候是慢慢把他打死。他血量不是很多。啊？没有，个位数的。是个位数的。十几滴吧。开个爆发。开爆发就那个、啊，看，光属有破法，暗属没破法。你那时候没开安波不是吗？没有，我开打击。你的手短，基本实战看不。现在还在看到你在还在打万里。哦，我重开完了。重开完了。干船猪，好了，打完这个，打到39关了。那、啊、前面难吗？简单。前面不难吗？真正难是从43关开始。哎、欸，一波带走哎、欸。就哪一只一波带走？全队回复力变零。好香的。光属当然了。哎、欸，有骨头哎、欸！哪里有骨头？就是回复力就你这里啊！我会不会死在这一关呢、啊？好啦，过了。疑惑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那个41关一定只有文仲吗？41关。是那个啦，42关啊。不一定啊，有蓝灯啊。蓝灯是怎样？反击100，反击1000。他攻多少？啊？攻击多少？他打你一下6000。他一只1000哦。他CD多少？CD算了，那我这边还是保险一点。你遇到什么？我还没遇到啊，我在这边先吃个满电啊。我胆小。遇到蚊帐，蚊帐是什么？问号猪。啊，好险！
你觉得四十三关是开传承加艾姆多，还是传承加打？我遇到这个光族的。要开艾姆多吗？开一下好了。你觉得？我想还是开一下。开一下。400万血。哎，这个开圣公豹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不知道，开的。因为应该要圣豹吧。过了。关三重不动，我才刚看到靠腰，我这边马上卡住。有哪一关卡住？马上死一颗。水妹哦，水妹，你只要都转到冰冻腐蚀就还好。还有一颗被冰住了。为什么有一颗被冰住了？因为刚刚只有两颗那个啊。哦，有水珠哦。对啊。不过刚才啊，看是还好，不要越多越好，不要越多就还好了，刚才好。哎，他血很少。啊！死一颗了，死一颗，而且这边没有安多。提尔 CD 几啊？遇到 CD 几？我遇到 CD 三啊。就是应该是 CD 三吧。你觉得我们要开爆发先带走他？可是你不是说第二条血，你不是要让他 CD 长一点？我看一下光卡进去。看一下光卡进去。提尔第二关。都有满技啊。啊？那都有满技啊。有啊，满技啊。现在怎么开？他打14 CD 一，第一回合。对啊，我不能开妲己嘛，我妲己不能开啊。妲己不能开啊。是我这边转一回合，如果他 CD 三的话，我安多这回合再跳起来。所以这边到底要不要开传承，还是开圣公豹？我开圣公豹好了。因为我安多下一回跳起来开个传承就可以，应该是可以带。起都200万。干！好，不要打一下。要不要压血开奥丁？你觉得？我现在完全不知道你状况啊！我现在，我现在他 CD 万残血啊！他 CD 万残血 ，CD 万残血，你是说那个提尔？对，可以下一关进去，不是变 CD 万？可是我在反弹盾那一关不能没有传承。你觉得我要下一关压血？该压血。对，先压血好了吧，反正这一关没补完，下一关再补也可以。万年可以出一个两个，有两个 两个 CD 可以出啊？万年不是 CD 了？不、啊。也要压血吗？你觉得？啊，算了，反正两个奥丁一起开的嘛。我压血了。
不然你就是不要卡暗珠就没事。对，不要卡暗珠没事。而且我这边有申公豹。OK， 过了。四组过。对。这一关我觉得应该可以那个哎、欸。可以洗技能。他打人又不痛，8400哎。可他现在被我杀了，怎么办？你说地下血？对，他快被我杀了。我传承还有好几回合，我安多还有两回合。金子带走。我这边要不要等团团？哎，我这边要等团团。哪边？啊，我他吸第一，我扛不住。我要开，我要开妲己还是？哎，我这边过不过去？我这边过不过得去啊？我在47关，我开他一万，我开安多跟申公豹过不过得去？你说第二条线啊？对。就这样了，不管了啦。你过去吧。反正这边不能开妲己。那就不用开妲己。看，哎，手在抖了，哎。我手在抖啊！哇塞，你娘哎！我不用玩了。怎样？连胜啊！我卡暗珠啊！塞你娘，多暗珠！干！哎，你有把他打死吗？怕死啊！但是我现在卡暗珠。你下一关有没有马上打他？我这边卡暗珠，我这边等下妲己一定要开了。下一关不是艾德吗？艾德我卡暗珠啊！我操你妈嘞！虽小啊！你一回合卡暗珠的死会很惨哎、欸！但是他妈衰、欸！全过不去了、欸。而且我这边要不到血、欸，有啊，旁边没有。他这一关其实他射旁边那一只应该是要让你洗技能的吧？哎、欸，他射旁边那一只是要让你洗技能的。不可能洗技能啊，越攻越强哎、欸。不是哦。对啊，他不是越战越强，是越攻越强。啊，看你拿哎、欸！死掉了。我瞄错只了，你等一下看，超智障的。嗯，干我无言了啦！哎、欸，这哎、欸、这队可以过啦！你猜到吗？机会都没有。瞄到小丑、啊。对，瞄到小丑。就死啦！那绝对死啦！哎、欸，这一关这可有机会可以过啦！哎、欸。
啊？有机会可以过啦。是可以啊，因为可是重点是你一卡一回合按住。太那个太衰了，那真的，下次记得要我下次绝乖，在下面先留。哎、欸，鬼来、欸！明天就过了啦。